今天是周六，我们团队在枫树岭有一个 open house， 我来检查一下这个 open house。 这是一个独立房，它带有一套合法的出租单位。有这个扇子的好处就是说阳光比较足的时候可以挡挡阳光，相当于一个遮阳伞。哎，您好，大康，我来看看你们的 open house。 好嘞。我们这个房子呢，它一进门是一个接近14尺的高厅啊，这不错。然后有大窗户，外面有一些山景。哦，远处的山景能看到，对。对。我们有一个烧气的壁炉，冬天在这儿是一种极致的享受。现在这里面也很凉爽啊。是的，我们有中央空调。这边是一个正式的餐厅啊。哎，杨叔您好啊。哎，怎么换人了？哎，那个看这个房子的厨房，对一个像我这样爱做饭的人，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格局，带一个中岛，还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空间啊。对，储物空间很多，而且这个地方是洗菜的时候可以看自家的花园。没错，这个大院子加后边的这个树林是特别漂亮的，这个做饭的时候心旷神怡。然后这儿呢还有一个早餐区，对，放一个圆桌啊，这个挺方便。我的身后这一块是 family room。 嗯，这个得提一下，这个 family room 啊，它不光是在前面的这个客厅里边有那个煤气的壁炉，在这儿还有一个，在这儿也有啊。对啊，你瞧你这坐着这看看电视多舒服啊。对，而且不光是看电视还看景呢。关键你这个夏天很凉爽啊，非常夏天凉爽，冬天温暖。没错，一楼啊，除了这个生活区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我们这是通往这个双车库的一个门。然后在这一部分呢，还有一个 powder room， 还有一个挺大的房间，可以做卧室，也可以做这个办公室。现在是做办公室。是的，对，但这个空间的话，做成一个卧室肯定是没问题啊。好，走，咱们上楼看一看。哎，杨叔你好。哎，孙晨。哎，你们今天是三个人做 open house 啊？我们小队全体出动啊。楼上是四个房间。先看哪一个？先看这两个是两个客卧。房间的大小，就是客卧的话，还可以又放床又放这么大的一张办公桌。最关键是这个，它的特点就是它的窗外每一个房间的窗外的景都非常的好，能看到远处的山景。对，好的，这是第二个房间。对，这是第二个客。第二个房间是对着小树林的。对，所以也很安静。树林。又是天然的大氧吧。这里有一个完整的卫生间，还带天窗。对，还有个 skylight， 所以这个很亮。那这个是主卧。主卧也是对自家后院的。对，也是对着后院，也是对着后面这片森林。嗯。洗手间有浴缸，有淋浴。这里还有个 walking closet。 walking closet 还有一个卧室，对吗？对对，左手边这边还有一个卧室，还有一个 laundry。 这是一个洗衣房，洗衣房还带着一个盆子，还可以在这里面洗洗衣服啊，洗洗手。这是另外一个卧室啊，也可以看到远处的山。行，那我们去地下室看一下。好嘞。哟，大康又换你了。看完楼上的房间，我带杨叔去看看我们楼下正在出租的这个出租套房。啊，租客在吗？今天？租客出去了。他的租金是多少？租金是1900加元。
然后并且租客要支付1/3的这个utility 账单。现在地下室的租客他们是愿意留下来吗？他们是可留可走啊，也可以留下来也可以搬走。对，这地下室的空间很宽敞啊，他们还有这么大的一个会客厅。哇哦，这个巨大的卧室完全可以隔出两间来。对，所以如果是新的屋主有这个意愿的话，可以把这个隔成两间房。这是锅炉房啊，有热水器和锅炉。然后这是洗衣房，有这个洗衣机、干衣机，德国品牌。然后是全新的卫生间。这边是厨房，这个厨房也是新的电器、新的台面和新的橱柜，是最近几年新装修的。好，大宽，那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个房子，你会说什么？如果您喜欢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生活。那王琴呢？那就接着这么一句文绉绉的啊，这个绝对是枫树岭上时光好，金耳山畔岁月长。孙晨呢？心动不如行动，这套房您值得拥有。